只有我想不到，没有你咬不到啊。你别捂着鼻子了，咬啥了？榴莲你都敢咬啊？你不想要嘴了是吗？啊？不扎嘴吗？嘴不疼吗？我真是低估你的威力了，小伙子。这仙人掌刚来咱家三天呢，就给咬成这样的。啊？你是不是想告诉我是这仙人掌先动的手啊？小伙子，你看到这个门上有啥了吗？啊？怎么有个洞呢？你是不是想告诉我这个门的质量不好啊？啊？是吧？发现你挺有毅力啊，为了有个算吧，天天往厨房跑啊，天天往厨房跑啊，我都被你感动了。所以我给你拿过来了，你开始咬吧，请开始你的表演啊。